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剪一片雪花。首先将这张正方形的两组对角分别对折，再沿着中间的折痕翻折，然后再次将这个三角形对折，将其中的一条边向着底边翻折，沿着底边剪出一个圆弧出来，再沿着这个弧边向内剪，把它展开，然后相同的方法剪出一片拼在一起。好啦，我们这片雪花就剪好啦。喜欢我的栏目，请订阅关注我们的淘趣工坊。那么我们明天见咯。